紧急出一个视频哈，我就不剪辑了。我主要是想说个什么，就 YouTube 嘛，用我自己视频就行了。你看哈，比如说 YouTube， 打开一个视频了以后，然后你就复制这个地方链接也可以，或者在这个分享里面去复制链接也可以。然后呢，打开 Podcast Player， 然后按右下的这个添加粘贴，然后发现就可以在这里头就可以播放了。来测试，就 Podcast Player 加载的比较慢了。如何卸载掉安卓系统内的系统自带软？你看，播出来的是绝对高清的，比 YouTube 的那个自带的那个高清很多。就你选 1080p 嘛，你都是可以达到比 YouTube 里头还是要高清。像颜色鲜艳程度是非常够的。然后你看，现在不是加载到这嘛，我直接拖到后面，你看啊。是我没摁到嘛。你看还是比较快的，跟我的那个连接器应该没关系吧。还是放不出来，可能因为播放的话跟我的连接器可能有点关系。就你大陆的话，你用这方法你还是需要连接才能用的，好吧。这视频就先这样了，等下这个 Podcast Player 的简体中文的官网链接我会放在视频底下了，自己去视频底下就能看就官网链接了。